2016年辅仁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年会是在法拉盛举行，当天颁发了名誉商业博士学位给华人航运巨子赵锡成，也颁授了杰出公共服务成就奖给赵锡成的女儿，也就是前联邦劳工部长赵小兰。辅仁大学校长江汉生称赞赵锡成实至名归，是辅大的荣耀。薄电红神速走在最前头，接着是华人航运巨子赵锡成以及赵锡成的女儿前联邦劳工部长赵小兰。此时此刻，现场超过300名辅仁大学校友不断地给予热烈掌声。辅仁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在法拉盛举行盛大年会，由会长周燕霞主持。那我们这次最重要的一项那个等于是说一个典礼的项目呢，就是要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给我们赵锡成博士，还有我们公共服务奖给我们的赵小兰部长。辅仁大学校长江汉生致辞表示，赵锡成不仅在经营企业上成就斐然，培养出杰出的女儿，更乐善好施，提携华裔子弟赴美就学。这项颁授典礼不仅是对赵博士的尊崇，也是辅仁大学的荣耀。随后江汉生校长亲自为赵锡成颁发名誉商业博士学位证书，也为他的博士帽国穗，代表赵锡成正式成为辅仁大学的校友。非常荣幸啊，受到今天的这样子一个盛大的庆典，以及谢谢你们啊，你们的这个support。赵锡成在答谢词时表示，自己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感谢父母当年让他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也感谢太太朱木兰一直以来的支持。随后江汉生校长颁授杰出公共服务成就奖给赵小兰，他在2001年到2009年担任美国劳工部部长，是美国首位女性华裔部长，成功融合东方传统美德，曾在2003年获得辅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当天赵小兰也发表演讲，以父亲和家庭为例，分享亚裔融入主流社会的6点建议，包括要有自信，要与主流社会分享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大胆开口表达自己，不要害怕犯错，勤奋工作，以及担任志工培养领导技巧和表达力。辅仁大学也把岭南派大师欧豪年写的贺松仁寿、燕山一方以及事亲为孝、已有辅仁的墨宝致赠给赵锡成与赵小兰，为现场增添温馨气氛。台湾红电视杨丽，美国纽约采访报道。